全力推動兒童遊戲的智樂，今年11月17日會再次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智樂遊戲萬歲日，帶領大家用小朋友的角度玩轉慣常的日程，你就會發現到其實時時都可以玩，度度都有得玩，日日讓孩子遊戲一小時。 Cheers for play。